冷飕飕，温度屡创新低，浸泡在暖乎乎的温泉绝对是一大享受。东部温泉站开达今年很不一样，改走轻旅行路线，不能去日本但可以来台东之本的旅游概念，与两家航空公司一起合作，只要60分钟就可以从松山机场飞到台东来。机加酒专案约是一般售价的6折左右，冬日旺季的部分也不另外加价，让国人可以轻松体验伪出国泡汤度假。总共13家温泉饭店跟旅行社航空公司合作，从现在起一直到3月推出2天1夜搭机到台东，享受慢活泡汤之旅，最便宜只要3250元起。其中以知本老爷饭店询问度最高，优惠下杀至少7折，金莲世纪酒店同样寄出5折的超杀优惠价。从台北过去的话，也只要飞1个小时而已。那搭乘整个飞机，然后一直到台东这边去泡个汤，包含的就是机票加酒店。再推国旅商机，台东天然温泉以朝日鹿野、知本、金轮为主轴的温泉季开跑，刚好搭上春节孝亲专案上线，55岁以上长辈住宿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针对北台湾、北北基、桃竹等6县市旅游，每晚可抵用1500元，最多可以使用4次，最高补助到6000元，让国旅热潮继续发酵。借台东综合报道。怕等出轨等得用，12月12日起跟着中天走，掰了我的台，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完全免钱。同步下载中天快点 TV App，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。订阅中天，守护台湾，刷一排加一。